新港乐龄中心伫咧海尾社区开办念咪红仔的课程，邀请黄庆武老师教乡亲一项传统的手工艺。学员哦，共有老中青三代，伫咧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大家拢念出真侪趣味的作品。为了推广传统念咪红仔的手工艺，新港乐龄中心伫海尾社区开办课程，邀请专业的老师来教学员算念咪红仔。到伫海边社区，才安排五场的演习。啊，毋过这五场内底会使透过古早咱风俗的迄个习惯，引起因的注意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这五节课会当用上简单的手法来消除因对学习的迄种无自信心。相对来讲嘛，讲可以用上简单的方法去学到上大的趣味，建立因的信心。希望讲这是一个开端，未来不管是在学什么工课，拢会使用这种方式来进行。林黄庆武老师的锻炼之下，社区的学员愈做愈趣味，大概把完成的作品带回去厝的，拢真有成就感。甚至连阿孙啊，拢想要带来做伙上课。你甲看，你厝顶都遮贤做啊！啊，阮的村民应该拢比我较有艺术感。这种活动，我感觉一定要甲推广出去啦。安怎讲呢？这是一个足有民俗的活动，希望大家吼，会当来好好啊来学习者啦。做这食心食啊，都拿囡仔嘞，即马老变老囡仔咯，啊，拿囡仔咧做咧耍嘞，耍玩具嘞，啊，安尼安捏安捏捏了就。真趣味啊！才捏哪捏哪爱捏安尼。黄庆武老师表示，学员一开始，大家拢有淡薄仔歹势，惊家己做袂来，作品无好看，所以爱用鼓励方式，引导大家来完成作品，提升学员的自信甲学习的热情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，新港彩虹报道。